大家好，我是东哥。今天的视频为大家分享让青椒。首先我们准备鸡肉、猪肉、香菇、红萝卜、小辣椒、一根葱、一个青椒，我们把鸡肉加到猪肉里面一起剁一下，我们把小葱切成备用，现在做一个开始下味道。盐、放一勺蚝油、胡椒粉，再加土豆淀粉，
再加一点老酒，再加冬菇和萝卜丝，一起拌均匀，然后把馅装在青椒里面，把青椒煎成金黄色，然后一起拿起来，可能里面还不是很熟，然后再拉一下油，锅里放了油，然后倒入青椒，然后再轻轻的炸一下，把青椒和肉两个都蒸熟一下。